本节目由国共上海赞助播出，国共上海邀您收看深康科普进行时名医大会诊。Inches down to an unprecedented 0.16 inches. I love you, Molly. 一百零嘛，你家新楼就值二百几嘛。General economic level.怎么发现不舒服的？就是起来做事情，什么事情自己在做，自己不知道，就脑子就脑子就不清楚，不认识人，不认识人了。因为脑细胞是最需要糖分的，你现在身体里面这个疙瘩分泌出来的这个激素，让血糖唰一下子下降，对吧？胰腺是我们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腺体，分泌胰岛素，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分泌功能。胰岛素又是调控血糖的重要激素，所以它身体里面的肿瘤细胞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就会导致患者低血糖，产生它这样的症状。十多年来，但它偶尔才这样。但发现这疙瘩就是最近发现的。对，是因为最近我们小区体检，查一下这里有什么原因。查了血糖，就是经常低血糖的，到底会是什么？现在你算运气好的，我们那个严重的，住到我们精神病这个中心去了。孕妇老是说胡话，就人就乱掉了。是。你属于还是相对，你症状里面比较轻，相对轻。按照你父母描述的话，至少你还小的时候，你爸对吧，就有症状，对，十多年了。是。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能发现，效果更好。是，毕竟咱又过了像你小十年时间。这种病呢，属于叫懒惰的种，这个疙瘩，它很懒惰，它可能和你以前，也不是你工作有关系，就是先天的、天生的。你的胰腺有个结节，就是老是容易分泌这个疙瘩，分泌激素，好吗？它不是癌，你不要怕啊，它不是那种害怕的肿瘤。但是你不治的话，它会。这个激素越分泌越多，这样你的低血糖的频次会越来越多。频繁。对，会更加频繁。你哪一天你家里人没陪他坐，突然晕倒在地上，你这人就昏迷了。对吧？这个还是很可能很伤心的。是。这有什么好吃的药才能吃的？那现在不着急的，因为他有牛不是癌，你也不需要化疗。我现在住院单开出来。开完住院单以后，等做完检同步会通知的，你等床位，好吧？因为你不是说不告诉他，对吧？所以我说的也都是实话，但是呢，我又不能说是癌，神经分泌癌或神经瘤，因为他这个病就和乔布斯得的是一样，不会马上要人命。我们是看那个肝脏有哪个转移的？多发转移，对，肝脏是多发转移，所以这手术的目的，第一明确之后，原发灶切掉，肝脏还要切掉。这么复杂吗？当然复杂，所以你昆山搞不定，别的大医院也不一定搞不定。这个手术成功率高吗？有成功率九成以上吧。那么高，走一道路瞬间有你救。上次来看过。对我妈，我们今天没带我妈来，她的 CT 报告出来了。我知道年纪很大。对啊。老太太很大年纪。看看多大？当时已经拖了大概五个月了，对吧？对，两个月。两个月啊。看片子吧。想分肿瘤大了。大了吧，大了对吧？八十五岁了，怎么办呢？手术肯定不拼了，我也算了，好吧？手术不拼，当时手术没法，那年纪太大。当然我们最大年纪开91岁，但是那个状态就病人状态要好。你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对老太太来治疗，太猛的就不下药了。看了片子呢，心里有数，肝脏转移还没有。还没长，没长，这是在胰腺把周围血管给侵犯了。
然后呢胆管就破掉了。那么胰腺癌患者如果无法开刀的话，他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放化疗。对于这样一个高龄的患者，我想如果放化疗的副作用可能反而会加速病情的进展，所以我的选择是对症处理，减轻他的痛苦，不再给予他特别激进的治疗手段了。他呢叫他住院，他又怕我心不用你，叫我跑，我老婆身体也不好，血液病能住院是最好的。我老婆血液病，我要每天，哎呀，下班一个人，那家小孩呢？让你孩子在这？小孩嘛，上班呀，也是清华医院做中监护士的，忙的要死，没空啊。我觉得就理智一点吧，理智。就是掉下去，然后就陪着，就是掉到什么时候，那就是那平稳的就过了，就这样，大概还有什么事多少次？可能到年底，到年底已经差不多了。这个话咱不想说，但是对对对，希望就是当然你也有准备，他自己也知道，但他也八十六七岁了，八十五六了，对吧？对啊，我昨天去的时候，他和我说你啊，我不行了，我说老妈你别着急吧，说老天爷安排好你什么命就是。说不定有的时候年纪大的人他肿瘤发展的也慢，对，也有可能。他是这样的，他能够活得再平稳稳定一点，就是家里稍微费点劲要给他调理一下，就吊盐水，很简单。就是那么我就先给他一个月期吊两个礼拜呗。一周。一周吊一次。吊两三天。一周吊两三天。好吧。好的好的，去吧。嗯，好，谢谢啊。对于很多的中晚期的胰腺癌患者啊，包括他的家人啊、家属，我们在看诊或者是住院期间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要将胰腺癌的诊疗的这个现状啊和他沟通清楚。胰腺癌的我们俗称癌中之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存期比较差。愈后比较的差。你先给你妈看的。是，这个是我总结了一下我爸治疗的，这是上个月。看，你写仔细了，基因报告这个稍微有点。眼睛底下为什么还不掉刺？是十一月份发现的。对对对。一开始以为是胃不舒服。对，以为是胃不舒服。没想到胰腺的问题。还做了肠胃镜。是胰腺头部还是胃部啊？头顶部，头顶部。化疗了几次？化疗了就是三个疗程六次。嗯。那个血项不太好，就血小板低，然后我就吃靶向药了，破亿了。过亿了啊！真过亿了！我爸吃了之后，幺九九从八百多，现在变成九点几。我们又找了一颗，对吧？上回我们以为免疫力完全过亿，蛮好的，胰腺里的神人都出现了。说他是个神人啊，或者称之为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幸运儿，因为能够匹配到免疫和靶向治疗的患者少之又少啊，可能只有3%啊，他的基因组啊，他的很多的靶点是匹配药物的，少了大概60%-70%。有小啊，这种都是就是很少见的，就是需要单纯靠精准。对，是是是啊。现在核心问题需要做一个 PET 评估一下活性。哦，就是要做 PET 评估活性是吧？对，我那阵有问了，说是你要不看一下活性，是不是不够没有活性了？一个是活性有没有转移，因为你把它瘦了一点，你上它就也是有瘦的能力。他现在吃完了都胖回来了，化疗做完是52公斤，现在已经63了。对，手术前肯定要全部评估的。纳米刀更多的是提供我们一个稳妥的后手，都做都要做的，但是局部消融，它不是切除。我觉得挺幸运的，但是我还是居然思维。那肯定要居然思维。对，所以说我在想，肯定要居然思维的，因为它一定还是一个潜伏者，对吧？正确的治疗窗口期做正确的治疗，对吧？你一开始化疗肯定很好，对吧？知道了靶向治疗方案，现在有效之后，我们最后绞杀肿瘤残余的部队，可能还有逃出去的逃兵或特务，再去最后的叠加维持治疗。我怕我爸这个淋巴后这个小结节。你已经算是1/1000，对吧？你这个属于幸福的算法，和其他比起来，对吧？21年9月份手术的，
2021年5月19日手术。你如果看这张报告，我觉得还挺满意的。嗯，是不是啊？上次你说挺满意，我觉得。那个时候来的时候，都一派喜气了。3个月到6个月就搁家等着。重还是重的，对吧？都他妈派喜气了，叫我们回家等着。我是把那个木都给选好了，真假的？真的，木都给选好了，就准备那个办后事了。胰腺癌的综合治疗窗口非常重要，在能够有手术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放弃。那综合的多学科的评估之后认为它依然还处在手术的窗口期，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根治性的切除，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上一个医院，就是给了第二次针，遇到龙江教授。还有你以前后来抽烟也是有关系的，对吧？我从手完术一颗烟没抽完，是我手术以前的，以前是再看看他上次，现在是稳定。我觉得再追加两次小的，再自然一个疗程，这个指标基本我估计能接到接近正常。我说这次报告还行啊，对吧？你害怕的那些真的转移有很多了，都没有。行了，去吧。好，感谢。不用不用不用。好了，希望再长两斤啊。好，好，再见。来，在东莞上班对吧？我现在的疼跟那个疼过呢。最开始去住院看病是哪里不舒服啊？肚子疼啊？说的这个是啥？现在抽烟喝酒还喝吗？还抽吗？我没有喝酒了。抽烟还抽烟？管子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胰管支架？胰管支架是7月半到东莞放的。我现在就是主动，不是主动药就等不住了。我左边也疼，后面也疼，反正我睡都睡不着。我们是这样的，想办法给你安排住院，住到胰腺内科，好吧？我们多学科讨论一下。嗯。到底怎么治疗？要排除它有没有病变。慢性胰腺炎时间长了，有的时候这个胰腺的细胞会变成肿瘤细胞。嗯。但有怀疑有肿瘤细胞的话，要尽快把它处理掉，不然它变成了也不开不了刀了。一个是让你舒服一点，第二个是能够观察排除它有癌变。你现在吃什么止痛药啊？有效果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反正都是疼，吃了也是疼。因为你胰腺后面那个地方胰管都扩张了，高压很厉害，酸就酸，它一胀，胰腺一直胀在这里。你这块胀是腹腔神经的地方，确实很复杂，别的医院估计也不大，没法给你做定方案。你尽快安排我出院。这是一个好现象，你也不要太担心，那个癌变指标还没变啊，所以在它没变之前，我们要赶快搞清楚。那你怎么过的？就是一次都没有停过，都是疼。抽烟，越抽烟越不痛，抽抽烟，一烟就抽烟。对啊，你抽了烟就觉得放松一点，对吧？嗯。你不要抽，这就抽烟抽出来了。行，先不行，先登记了，我们尽快安排啊。还有，你进到我们那个群里，进到那个就医服务群号。如果你觉得龙医生还没通知我，在群里你可以说的啊，我们会会提醒我们啊。先通知什么时候做手术？今天。这是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不是咱想象的那个做我们这个大手术，它是做咱胰腺炎的这个诊断和穿刺，好吧？还有癌变的，看着有没有癌变的。是钙化灶还是什么？我说这个。这个潜移化，这个潜移化是吧？啊，这个潜移化，它不是钙化。这种病人，他术后遗漏的风险就极大的降低了，因为他都潜移化了。越软的胰腺呢，它越容易出现并发症。做的这个是超声内镜的检查，主要是有利于判别这个病变的性质，在内镜下做一些这个判断，这就是超声内镜的优势。如果病人难手术，那么手术可以来解决病变的这个存在，以及获得病理的这个报告。这个就胰管支架在这里。为啥放支架？你这个癌症没给人排除就放胰管扩张了。它是胰管结石，胰管扩张。哦，那这个是癌变的呀，这些听胰管狭窄癌变的。哎呀，耽误了啊！你看这个支架都很清楚，这个胰管里面还有东西呢。胰管里面是有石头吗？
他们现在外科很想要病理，病理你要进那个什么活检穿刺针了是吧？这是慢性胰腺癌变，就是这种慢性胰腺的，你看吧，已经差不多了，肯定还有。今天咱们讨论几个患者呢，有一个病人还是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慢性胰腺炎的病史非常长的时间了。这次来咱们市医就医，主要疼痛啊，他的后背整个的，我觉得疼痛已经分成超过四分了，四分对吧？啊，四分那种感受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以前每天的饮酒量啊，超过可能半斤啊，我记得他的全病史，一个很典型的慢性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和发作的情况。我今天讨论的核心呢是这个病人疼痛如何解决，在一个手术啊，有没有具备外科手术支撑了？因为慢性胰腺炎，我们最担忧的是它癌变啊，什么时候能够癌变，或者癌变的一个真相证据如何去捕捉到？它是一个表现为一个囊实变的，就是有一部分是一个囊液性病变，然后呢跟那个扩张的胰管是重叠起来的，就是它如果把那个液态部分跟实变部分加在一起的话，是3.4公分，所以它在这查的话，它也有一源性的门脉高压的。那能看到周围的胃里那种海绵面看上去确实周围没有那种血静脉系统允许没有。没有没有。我记得以前的半月片它有钙化。钙化有的。也有钙化有的。病灶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定位呢，我觉得是定在一个集体，然后它这个形态呢不规则，也是偏不规则。这个时空呢确实看不大清楚，有时候看不清楚。一般来讲，如果是时候的话，它就是一个结节状的。但是我刚才还本来想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本来就是个癌，然后慢慢的慢性胰腺炎，还是其实胰腺炎引起的，对吧？所以你让人家从病理上分析。因为实际上慢性胰腺炎癌变的这种情况没有那么多见。对对对。这个患者其实以他的症状和整个临床过程来说，从病理的角度啊，我感觉他其实。你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肿瘤，是慢性胰腺炎掩盖了它这个肿瘤的症状，因为它这个病理报告上是一开始比较有意义，但是进展的很快。你看它在这种两点发现，实际区部分已经4.1了。但它解释不通的是，它确实钙化解释了，也可能是继发性的。那不就研究吗？到底是同时发生的还是继发性的？我还是没有完全明白它疼痛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它有后面的那个压迫吗？是精神的压迫吗？还是不是就在这一块？这一块是它背后痛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一块。有颈椎吗？但是这个叫当时颈椎，对，颈椎我说严重的渗出造成了一个积惹，就是说你如果能把所有的炎症排除了，它自己慢慢长，它也有可能会好。但是子宫病好像没有报渗出性的改变，它还是个实块肿块。这种不是。它不像急性胰腺炎那种，急性胰腺炎那种，我周围坏死液。那我们术后疼痛的缓解也不一定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对，问题是在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不保证的。第一，危及生命的先解决，对吧？然后是危及生活质量的再解决，对吧？危及生命的是癌呀，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装的。装的棒。这真棒。对。真棒，我觉得还是有把握。这个患者确实非常涵盖了慢移的最高因素和最痛苦的表现。现在最难的就是我们手术方案，我们要商量到底是全移，这确实是挺纠结的一个事情。我们通过 MDD 的讨论最终决定的手术方案，给他实施了全胰腺的切除。当然器官功能的保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将肿瘤切除干净。是正中切口啊，好的，我们准备上腹腔的撑开器，将手术视野完整的显露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好，我们先打开的是胃结肠的韧带啊，因为手术当中呢，我
们已经探查明确啊，没有肝脏，没有腹腔啊，腹膜的转移啊，我们就将手术准备进行下去了。看一看这条胰腺，完全已经硬化了，不仅是萎缩，而且纤维化的非常严重啊。如果说正常胰腺，咱们像豆腐一样的柔嫩的话，这条胰腺啊，粗的像橡胶轮胎一样。哎，你看，小心一点，我们要慢慢的将肝动脉啊，将腹腔肝动脉、长期膜上动脉都小心的显露、牵拉开，这样才能够将肿瘤能够比较安全的移除。好，胰腺上缘基本能探查清楚。这个癌变的区域，因为前期也做了穿刺，还是有一些炎症渗出的，但基本还是能够剥离啊，将血管慢慢的剥离出来，要耐心，不能着急的。先一段啊一部分的胃，然后再把小肠、空肠的近端也切断。游离完胰头之后，就是往后面做了啊。脾动脉也断掉了，还有脾静脉也离断掉，既然是做全域切除，啊，我们脾脏也不保留了。好，标本准备下来，把这一整条都提出来了，打开看一看吧，里面石头还是很完整的，你看看这一条，像是这个火山岩一样的，但是是一个管状的。对，这就是最硬的部位啊，这个部位的话，给你看看，啊，有灰白色的啊，又硬。和慢性的炎症还是从外观上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癌变的地方。啊，我觉得前面讨论过的 MDK 难题啊，我个人还是支持啊，它是慢性胰腺炎基础上的癌变啊，我支持这种结论。第二部分就是要清扫周围淋巴结，恶性肿瘤的转移复发都是在腹腔的淋巴结和神经的周围，清扫结束以后，要做胆肠吻合、胆管和肠道做吻合，还要做胃肠吻合和肠肠吻合。那整个一台手术就结束了，我们最后还要冲洗一下腹腔，缝合关闭。好的，非常成功。是值得纪念一天，这个病人能够使我平稳过关啊！36床回来了。炎症，然后有肿瘤，但最终这个肿瘤到底有没有癌变，癌变到什么程度，我们要等最后的病理报告。这里面看这么多石头，现在就没事了。现在就没事了，我们希望他没事呀，但是这么大手术先过手术关吧，还会自己要会观测血糖，打胰岛素，还要吃消化酶，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现在我们重点是先把肿瘤危险解除，然后把炎症疼痛很多的因素解除，如果确认最后病理是癌症的话，后续咱们还要化疗，甚至还要放疗，后续的事儿，但是这样是有机会治好的，如果咱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他可能想治愈的机会也没有。这个患者呢，术后恢复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当然，这个患者既然胰腺全部拿掉了，后续的血糖和的消化酶都需要去外源性的补充啊，也就是要打胰岛素，要每顿饭都要吃胰酶消化。患者术后的病理报告反馈给我们啊，确诊胰腺癌了，所以后续的辅助化疗依然还是需要的啊，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术后的化疗的长程管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把命都交给你了。现在重点是长胖，每个月长1斤，我一年长8斤就可以。没有胰腺肿瘤，没事了。99.9%没事。现在基本就是都适应了，人家长壮了、长胖了，也都没问题啊。啊，不胖，长壮了。我觉得90%都是像骗良性的，国内可能老是就有这种药了。对吧？对。哎，吐吧，吐吧，吐。这会儿子还小。但是因为你心态已经算不错了，对吧？那现在就努力了，对吧？也不放弃。嗯，好了，去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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